就坐咗一個鐘頭到試下頭，跟住就飛多兩個幾三個鐘，三個鐘頭到就去到 Washington DC。技術性嘅一啲詞匯咧，我未必會明白，咁佢就用咗一啲好簡單嘅方法教咗我先。有個同事同我講過，佢話我啲同事唔係想幫我，係可憐我。中醫呢，對加拿大人來說是一個外來的文化。大城小聚，逢星期一至五下午6:20。